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啊！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，从哪里跌倒，从哪里站起来？上车啊！
虾。Thank you.
的。
啊。到我受伤那个桥，我要拍照一下。先走，慢慢骑哦，千万小心。
刚刚那里吗？啊，刚刚那边啊。啊？那我要回去拍照一下。哦。哎、欸，我们觉得不太一样。一样啊，这里啊。好、啊。是没有水而已。OK、啊。是吗？帮我拍照一下，然后。之前这边都是烂泥巴啦。这一条都是烂泥巴，所以很滑。下雨天之后不要骑这里。不停的走，直接走。
4个礼拜后才喝到这一杯 Seven 的咖啡。